好，后面还是T90的。打气车是不是？刚刚打气车。高爆吧！操！没有他好像打屁股，他打。太爆了！可是再怎么说，应该也不会带黑旗。他把我发坏了。哦，对，他把我发坏了。他把钱拿了。阿燕创造了很好的机会，直接抢过去。我不管旁边有没有东西，我就要冲过去，别绕到红。有艾布了。对，好。右手边艾布了。炮手装填手发动机。啊哈！还吃，还能跑。劝，就多练，打不劝就别打。又一下 Apple。哥跟你玩，哥们，那是啊，哥们。左边干啥？哦 ，T80U。哦，我看到人了。是青海。他练还不来，我休息。左边有人啊、哦！不知道，我看到，但是我在修车啊，我动不了。看，这多练。哎呦，我的那个尸体突然冲出来，吓到了。哦，我在修车，妈的，我被炮击炸坏炮管，那个有什么炮击？看，多练，对不起。别玩！没打不穿就别打。啊？后面是有 T80BBN， 后面？哇 ！OK， 好，因为那个后面没人了。这 A6 不知道在干嘛，然后空中有一台那个该死的重锤2000，我们好像没防空可以打他。妈的，出个爆猫是要打 GT 哦。好，好，被打死。哎，就多练，哎，打死掉。根本砸了，哼！哦，打到没有弹药了，打开开心。哦哦。
心啊，哥们儿，我没有弹药，你要等一下啊，他死掉了。飞机，我这个降落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案例。Thank you.